找你明天出去玩一下，就是去海边骑骑马、拍拍照什么，可以吗？这边你可以邀请一名异性明天进行一对一约会，注意请向其他人保密。哦，是只有他俩有，两个新人有。对啊，所以能拒绝吗？不能，所以不能。哎呀，我于老师，来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找你有点事，就是叫你明天出去，找你明天出去玩一下，就是去海边骑骑马、拍拍照什么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，那我 OK。好 ，OK， 明天 OK。然后金宇文会邀请毛毛，因为他喜欢毛毛呀。对呀、啊。你们这边挂衣架能借一个吗？可以啊。好的。啊，但是那个琪琪还不知道要用多少，你要几个？一个。给你两个吧。但是天哪，这个新人应该不会看不出他俩之间的。你客气好了。化学反应。对啊。客气，文婷老师。嗯哼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。明天我们俩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单独做蛋糕吗？蛋糕？嗯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好，去吧。什么？哦，为什么要搞这种？哦，好高兴啊，云。我不高兴，他高兴了。